大家好，我是四个人，我是平哥，我是文琪，熊林，丁如，欢迎收听 FM 92.7的《深入讲啥物》，和阮做伙卫生讲心事。哇，这部就要开始啊！大家敢准备好啊？准备好啊！那安尼，咱就开始这期的主题喽。深入讲啥物？今日要卫生的主题是宿舍生活啥款？来分享阮伫宿舍内发生的代志甲故事嘛。之前有讲到啊，咱四个人拢是对外关系来的，所以一开始来到台中读册，就拢住伫宿舍嘛。恁一开始对住宿舍这个感觉甲印象是啥？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自由，因为阮家管足严的，伫个大厦之前，阮就只可以甲会当甲朋友出去佚佗，对，所以我知影会当来台中读册时阵，我就欢喜的，因为总算会当离开厝内底的关卡，对。你咧？互爸母管。对。我嘛是感觉足自由的，因为我伫台北嘛，我住台北嘛，啊，厝内嘛是我一个人，啊，妈妈嘛是就是管足严的，对啊，来遮。像来大厦生活，就是有一种足自由，就是放开的感觉。想要创啥就创啥，无人管。对，无人管，无人管讲，你即摆应该爱去看书哦，爱困哦，爱去创啥创啥。是啊，啊，讲到宿舍，阮进前去学校拢爱交通啊，爱坐公车。对，爱坐公车，坐过阮。通勤时间。对，有一个通勤时间。不过阮即摆住伫宿舍，而且阮一年啊住伫。住的宿舍其实就是伫个海馆的边啊，就是足近就会当伫遮到啊，对无？八点十分上课，咱差不多拢七点半起床。我毋是有一摆搁伫二楼搁看，查甫因拢已经到教室外口咧等啊，啊而且阮搁伫遐，落会当偷偷啊落去。过来有啥物？无共诶所在，就是你家己爱家己做诶，就是平常时有厝内人会当斗相共，毋过来到遮一定爱家己做诶。哦，我想较轻诶应该就是洗衫吧，即件代志。因为我一年啊来诶时阵，我知影讲家己大家爱家己洗衫，就是因为亲像你，你就是等洗衫机嘛。无，来，阮一开始，咱一阮一年诶时阵，我是讲，我嘛是用洗，系啊，打工啊。对，上尴尬过一下，我一年无尴尬。哦，所以一年啊，阮拢是家己说，我家己说是，就是一年啊，阮住的迄个所在，足侪人住，我无想要甲别人难做伙说。我意思是讲，对，洁癖，所以一种坚持，一种坚持，所以我拢家己用手洗去啦。因为伫厝内，阮拢单洗洗机啊，对，家己洗啊。不过我是感觉讲。一开始来的时阵，家己爱洗衫是足开时间的。哇啦，我一开始就洗足紧，洗足久的，足久的。豆豆啊，到即摆有洗较紧着无？应该有吧。都是一种进步，对，进步。我感觉较无同的是，阮宿舍的名称是上下铺，因为伫厝内阮睏的拢是平常时迄个名称，就是足简单的。啊，不过阮伫宿舍就是爱。爬去楼顶才会当睏嘛，就是感觉讲，阮读册所在甲睏的所在是两个无同的空间，就是爬去了啊，我要休睏啊，就是伫楼顶就是算安尼，而且阮嘛会当爬去别人的眠床顶算对无？对啊。你三个眠床是连做伙啊，才去才过去。一年啊时阵，伊伫对面。所以我无法度。那呢，我想无。习惯的是，因为我毋是种晚睏的嘛，不过伫宿舍内底11:30就会关电火，所以若一关电，对，一关电火，规个宿舍内底拢是暗的，然后11:30就爱睏啊。即点我嘛感觉就是真无关系。不过你睏较足好诶。就是要著睏去啊，一定爱睏啊。啊，不过就是若是会当晚睏，我就晚睏，啊，不过就是对。就感觉讲着。没关系，我阁有一个就是看电视，因为我真正最爱看电视的，所以一开始住宿舍的时阵，我就感觉夭寿无电视，对。后来我就去
一楼就看到哦有电视，不过拢无人咧看，哦，又碰一下嘛。对对对，我就去问迄个宿舍的迄个负责学姐吧，我就去问讲会使看无，伊就讲应该是会使吧，不过无人看。然后我就对啊，我就想讲不管啊，我就是要看啊，所以我就家己去创什么电线啊，什么后来就会使看，后来有人搁。两组讲我是学姐，我问伊讲，哎，学姐啊，迄电视要安怎用啊？对啊，啊，恁家有搁有啥物趣味的代志？我感觉上趣味的就是，因为咱一年要住的所在就是叫下分嘛，所以边啊拢是家己的同学。我感觉会当去找同学上好耍。啊，你去找因耍啥？就开讲啊。然后做去食，去因房间食物件，因为伊尼亚袂当伫房间食物件。对，阮家己的规定。对，阮去别人房间食物件，去开讲，甲因耍。所以甲别人的房间咧，敢若行走啊，咚咚，哎，嘛无弄门啊，其实就开门。哎，我甲你讲嘛，安尼啦，其实大家嘛拢安尼啊。对啊。啊，恁搁会记哩无？阮进前嘛有伫宿舍，就是。办一个 party， 就是之前阮有拍篮球比赛啊，啊，就是大家最后有一个庆功宴，迄个时阵嘛，就好爽诶。安尼，互我想着恁第一摆为我庆祝生日诶事，就是恁甲我骗嘛，甲我讲恁两个有代志啊，你咧收目镜，对对对，你目镜歹去，哦对对对。啊，行去房间诶时阵，因两个就伫房间内咧揢一个鸡卵糕，搁唱。唱生日快乐歌给我听，啊，搁可笑的是，迄个鸡卵糕足大个嘛，阮四个人食袂了嘛，所以阮就，恁就叫我摕去别人个房间，就是分分别人。因为迄个时阵你足歹势，你个个性就是。因为嘛是拄开学。对。你无法度就是甲无熟识人讲话啥物，所以阮就挑故意用这个机会，互你。当大人，当大人，你识识别人，甲我创治。啊，搁有啥物无？就是除了足好有好笑的物件，也是有啥物住伫宿舍有啥物无方便啊，也是安怎？就参像阮拄住做伙的时阵，我爱互相去习惯大家的生活习惯，对啊，拢无共款。譬如讲。来，你家己讲，唔是我讲嘛，我袂记得。好，好，好，阮两个来讲，阮两个。迄天，伊要去西山，因为伊敢那，因为考要准备考试，所以伊就上晚上晚才去西。伊就伫个半暝啊，伫个西山了后，因为半暝啊，迄个电火啊是啥物电拢无啊嘛，所以无法度去脱水，对，伊就伫个房间甲我。我要甲观众朋友澄清一下，就是我唔是自头到尾拢啉完，我是用第一个时阵就发现无袂使，因为水用到迄水桶汤啊，就大声，所以我就所以我就出去啊，对。啊，不过也是甲阮擦掉啊，对，伤害一定造成。哈哈，你才这件代志，为一年啊讲到四年啊，你才一年一年在讲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才有阮宿舍的规矩。来，规矩要先讲，一年的时阵讲袂当伫宿舍食，就是足臭的物件，味足重的、足臭的物件。因为阮一年的宿舍，因为阮住的所在风较袂透入嘛，所以内底较翕。味拢会一直留伫内底，而且后来二年的时阵，阮嘛有用一个规则，就是阮会换，就是鞋啊，就会分外口甲内底，房间内底甲房间外口的鞋啊爱无同款。对，阮搁家己用一个地毯安尼，就是做一个分线。对，做一个分线。好，我想着我有一摆无换，爱到互人罚起来。哦，迄时阵的处罚就是去。门口口罚徛，三个其实拢有嘛，阮嘛有啊，我嘛有，对，一开始拢无习惯啊，后来就渐渐的惯习啦，对啊，习惯啊，阮的规矩应该嘛无足侪吧，对，差不多就安尼。我是惊大家安尼听阮讲会感觉阮是住伫个啥物
什么地狱感觉，就是规日足济感觉。啊，毋过其实阮大家的人拢足好个，拢真好，真好斗阵啦。就是我就想到一届我破病的时阵嘛，就是迄暗毋知是食歹巴肚还是安怎，就半暝起来就想要吐。啊，我就赶紧要行去迄便所，啊，可能我有咧安尼个声音，就甲瓶盖擦掉，因为迄天因两个无伫咧，所以只有瓶盖。陪我，啊！伊就听着我，伊伫边啊，无我家己一个人，我嘛会惊。嗯，哦，因为头一届，所以就感觉讲住伫宿舍有人想出来的人安尼甲你照顾，嘛足好个吧？对啊，嗯，就是阮除了是同学，嘛是室友，啊嘛是嘛亲像出来的人，赶快安尼互相照顾，对，所以就是。听阮拄只回忆遐尼济啊，其实阮一年啊到即卖其实就发生足济代志诶，伫宿舍内底，对啊。其实应该讲，我是感觉讲，因为历史啊，阮就是同学即个身份伫个教室啊。毋过转来宿舍，阮阁是就是室友，暗时诶时阵嘛爱睏做伙，无直接睏家己诶眠床啦。亲像以早，阮应该就是。就是下课了后回去厝的，阮面对的就是厝内的人，对不？不过即马阮回去是，阁爱继续看到大家安尼，是一种室友的身份安尼。所以我是讲，感觉讲，因为阮住做伙，阮迄个情感更较亲，就是亲像一家人的朋友，厝内人。就亲像阮回去宿舍，阮嘛袂讲哦宿舍，其实阮进前拢会讲。我要回去家，对吧？就迄对阮来讲，台中的家就是宿舍啦，对。然后伫台中的家内底，诶，厝内人就是大家嘛。对啊，而且我感觉讲，因为安尼的关系，会搁较珍惜阮遮的朋友。哦，咱姐，很喜欢。大家讲到要哭出来。唉，时间过得真紧嘛，四年啊，今年就是最后一年啊。就亲像当初平姐讲的啊，阮其实阮的感情敢若亲像厝内人，互相扶持，互相照顾，嘛是因为安尼大学的生活才会这么丰富嘛。嗯，好啦，莫讲讲啊，要考，好啦，所以咧，要考这句。赶紧结束。那今日就到这哦，咱后期再相会，再会。唔知大家是毋是拢有住伫宿舍的经验？伫大学的这段时间，因为有因的陪伴，予我体验到真侪趣味的代志，不管是做伙洗衫。做伙摒扫房间，也是要睏之前的谈心时间，阮拢家己创造属于阮的回忆。但是时间总是残忍的，四年就安尼要过去啊。所以即摆，予阮好好啊把握这几个月的时间，继续为阮的大学生活画出无同的色彩。